我不是装的，哎呦，你击了，你告诉我，一切，你生不逢时。 滚他！第一时间 TP 估计回来了，反应过来。我操，这么屌！我都快被枪伤了。 我以前推荐这，好犯规。猴急发麻呀！这个标，我这是啊。这不能打好吗？我们这个。帮交个血，老哥。故意被他哥哥去了吗，兄弟？我看出来了。 对呀、啊，我们现在这么大优势，你们聊天，我操！所以就是前期疯狂追逼，追着追着，然后又追着追着，然后卡就死了。师傅，教你们别跳到第一波，王跳到第一波，我还能接受吧？我帮你们踩了雷了，你们下一波小心，王跳这个位置站位走一下，打不了。来了，他们要打，他们要打，王有跳。 你宝石，你现在不用带吧？啊，靠靠，放靠，可以。我操！他过来抓我，不要高地，那我没话说，兄弟。是我不在啊。 你看着哥，好像不要了这个。 射完过不来吗？过不来、啊，兄弟。那算了，那算了。要不去打个盾？啊，进来。我操，这么屌！我操！兄弟，成都第一杨超哎，我认了，好吧？哎，先别吹。啊，我到了，这是。赢了吗？赢了吗？好吗？不可能。哎呦，说了别吹啊，兄弟。 我们打，我们打。三，男子要。你成都第一，牛逼！撤，先撤，先撤，撤，撤，撤下路，哥们用过了，推下盒子。没有盾，我怕。他欺负我们，加油啊！ 哇，这波炸了！没炸，给他。老子没隐身，告辞。这就是差的。 所以没打过，这天好像就能接了。妈，幽谷也是买活的，还有刃甲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别犹豫。漂亮，等我，他们都是买活的。
啊！我操！一刀呀！一刀呀！一刀呀！你能买吗？你能买吗？过来过来，他们都是买活的，拖他们三路。绝不犯错。等下下路没塔，速度！我他妈没甲。拖三路都可以啊！我刀的。来人呐！退下！我买活了。 破三路，他们都买活的破三路，加点血吗？杀了！三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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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牛逼！ 哎呦，又被刮合了！我的妈！六六兄弟，还有一个，阿妈的，要被狂死啊！你他妈也不废他妈！ 操你妈！没。哦，还是你做的好呀！我还有，还差一把兄弟，怎样有人被勾进去啊？ 哇靠！现在屠夫钩子一级伤还这么高的吗？直接把他勾死了呀！被我单杀了，看到没？还有来送的，还有来送的，杀他！ 打了打，放点技能。他们也太惨了吧！我来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随便打。对啊，你俩掉头发了，兄弟。 还反补！火女，出去！火女，出去！火女，火女爆炮了！哪个打？我来了！哎，好狼人！哎，要有人愿意跟你单练。 早图不你走就完事了，红包。哎，哎呦！好鸡巴缺魔啊！早点回家，那魔的妈的！
开塔呀！我地上切入一下。 发现并不行，就事实呀，因为我谈恋爱了嘛，然后我就想把我的女朋友，我喜欢的女孩子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，就好像带我喜欢的人见家长一样。对，我当时我是说过，好吧，当时我是说过，谁谈恋爱谁是狗，我是说过，真香真香，谁谈恋爱谁是狗，可是真的好香。 太香了，不谢了，不谢了，让小易谢，小易帮我谢一下，帮我看，帮我谢一下，为什么？帮我谢一下礼物，别躲，嗯，改下阵位，你跟他们聊吧，得了，男生友不要挡女主播摄像头，这个就算了，有点夫妻相。 花式虐狗，我跟你讲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打出租车来的嘛，然后我们就疯狂聊天，然后司机就很尴尬，然后昨天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去那个酒店嘛，不是，然后啊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，我没去酒店，那我去哪儿了？我们去吃饭，我们去吃饭了，嗯，吃的什么菜？你们猜小雨多大？ 你们猜小雨多大？我猜我的年龄。18，18不对，17不对。你是20几？你自己说。我18好可怕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。